前几天冰冰公主给我提前过了儿童节，今天6月1号，我也准备给冰冰公主准备一个6一儿童节。小泉，竟然带你重温童年，不会像上次一样带着乖乖跑了？不会，今天真的给你过节，里面套的东西全都送给你。再相信你一次啊！零食大鸡腿，阿姨睁开！啊！自由男神，这么简单，我想靠哪个就靠哪个，就这个。靠！高档赛车体验，闭上眼睛。儿童节当然要带你体验四驱车啦！小猪超喜欢玩的那个，可以，谢谢宝宝，继续。这次我要挑战一个最远的。你还剩2个圈圈哟，用完了充值500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开始有小动作了。我不信。炸！哎！不用。这哥们又想干嘛？你没说不可以准备的。没说没有用。这都进不了。哎，我这里还有一个。哎，怎么耍赖呀？你这个烂，这是你的圈圈。你这样怎么耍？你把我赖呀？你这个赖皮狗，我可以去网吧了吗？是丁公子为你准备的豪华网吧一日游哦，就这样。明天见了，随便玩。Later。一起团。11:58。我是 AD。那我先抽，睡觉。马上打快点吧，我今天想早点睡。马上5分钟。